After a person die, how long does the mind still in the dead body and why? 人死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讲就是在佛经当中讲，三天到四天就是会离开身体的。那最好按理来讲，尸体处理的话，就三天之前最好不处理，这是佛经的观点。然后在这个中医生当中呢，一般来讲，待49天，就是他是待49天，49天之后呢，除了特殊情况以外，就是会继续投生。